你忙了，你赶紧收拾。要换尿布呢，要妈妈，等会儿孩子得放这个篮子里。嗯嘛，夫人，我要办那个出院手续在哪？这边一楼。小孩车在哪？我想买橱窗那件。ベッドね、日本は使わないですよ。あのね、下にお布団を敷いて寝るんですよ。買います、買います。本当ですか？はい、お預かりいたします。しました。アップ、アップ、いいですか？ご依存なんですけど、はい、真的非常危险，需要做一个开颅手术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开颅手术有一定的危险性啊，能导致这个呼吸中枢还有脑神经的问题，严重的可能是植物人。哎呀，美女真瘦啊，我给你拿个卡子吧。本来想给他制造个惊喜，这一刻却被自己的变化所感动。来了来了，刚才没反应过来。这个，啊，在哪儿写？在这儿，听孩子的声音。曾经以为只是个称呼而已，这一刻意识到家长就是为你担起所有。现在呢，需要家长签字，给两个人签字。你好，咱们签一下。我签。一直认为自己只是家里的孩子，这一刻，我要成为能够让父母依靠的人。